八字命理终极班第七课天干，我们接着给大家讲丙火。丙火猛烈，七霜无血。这个，因为丙火是阳中之阳，前面讲了五阳皆阳，丙为最，丙火是阳中最厉害的这个。本身呢，它就是火，所以用一个猛烈这个词来表达。那么丙火生在春天和夏天。木旺和火旺的时候呢，那么火就更旺。但是呢，在秋天和冬天的时候，即便是火失势的时候，它也是具有这个猛烈之性的。所以用了一个词叫"七霜无血"，意思就是说，因为霜呢出现在秋天，雪出现在冬天，就是到了秋天的时候，这个丙火也能够把水给烤干。所以这里边的霜和雪，其实说的都是天干上的人癸水，都是说的是水。到了冬天的时候，水当令了，那么火旺的时候呢，火仍旧能够发威，能够把雪融化。这是这句话所表达的一个含义。在四季当中，不同的季节，这个火都显示出它的这个猛烈的这样的一个特点。能断庚金，逢辛反切。对于金来说，火克金。火克金，因为火是丙火是猛烈的，所以它对于这个庚金啊，庚金是烷金，它专门的制这个烷金的。但是呢，逢辛反而就怯了，就怯懦了，因为丙辛一合呢，就把这个丙火的这个威啊就给合没了，相当于是什么？这个丙火啊，相当于是一个暴烈的一个汉子，在外面很哥们义气，打架从来都不低头，不怕事儿。但是呢，你不管他在外面怎么扭怎么晃，老婆一叫说回家吃饭了，得他就什么脾气都没有了，就跟着就走了。所以这个辛呢，就相当于是这个老婆；庚呢，就是在外边碰到的这种强势，所以他呢就有这样一种特点。土重成雌，水昌显劫。如果日主丙火在八字当中土比较多的情况之下呢，因为火生土嘛，我生者为食伤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反而显示出他的这种慈爱之性，因为他生出来的是等于是孩子嘛，显示出来对孩子、对下属的这种慈爱之性。水昌显劫，如果是水多了的话呢，水克火，这个时候反而显示出丙火的这个气节，它的这种高风亮节。胡马犬相，甲来成命，这个书上呢有两个版本哈。但是我们通常如果说这个口诀的话呢，这样比较好记，叫胡马犬相甲来成命。如果地支见了寅午戌合成火局的话，然后天干上再来一个甲木，这个时候这个丙火呀就太旺了，这个丙火简直燃烧的就成了一个熊熊大火了。这个时候它烧的就烧没了，烧没了的话呢，就它叫什么？这个甲木就成了这一场大火的引线。如果地支寅午戌天干上又没有这个甲木出来去点燃这个引线的话，那么这个丙火呢多顶多就说它很旺或者是旺极，那再加一个引线，甲木一来一燃烧，那这个火呢就等于就焚身了，那么就是一种不好的情形了。当然，对于这个情况的话呢，还是需要详细的去分析的。如果它八字当中全部都是火了的话，就反而成了炎上格局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反而就不叫这个甲来成命了，要区别对待。在书里面，这个作者所注的这一块呢，有几个点说一下。如果这个丙火很旺的时候，它要泄其威，泄耗泄啊，就把它的威力这个东西呢，要给它泄出来。用什么呢？用己土，戊土和己土这两个土，一个是燥土，一个是湿土。如果丙火去生戊土的话，它还是燥的；丙火去生这个己土，因为己土是湿土，所以这个丙火的这个气焰呢，就能渐渐的降下来。恶气焰必要壬水，那么你要想把这个丙火的这个焰，火焰压住，气焰呢给它压住的话呢，用壬水而不能用癸水，因为壬水是阳水，丙火也是阳火，但是必须得用这个阳来制阳，把它这个用硬的这种方法，刚碰刚的这种方法，把它制住。如果用癸水的话呢，
这个癸水因为水小嘛，然后它又是阴柔的，又是弱的，所以癸水见了丙火之后呢，不顶事儿，反而被这个丙火呢就烤干了。顺其性还需辛金，庚金和辛金这两个金呢不一样。如果是庚金的话呢，它直接起来就去锻炼它了。那辛金的话呢，两一合而化水，反而就把这个丙火的气焰呢就收住了，叫顺其性。那么关于这一部分啊，大家可以再看一下书里边，书里边已经说的呢很清楚了，所以我在这儿呢就不多啰嗦了。我们先看一下丙火的第一个案例，这个呢是066，丙寅、甲午、丙戌、乙未。那么我们看，丙火生在五月，地支寅午戌，天干呢又透甲木和丙火，时上呢又是乙木来生丙火。然后这个乙木下面做这个未土呢，它又是燥土，这里边呢也有火，所以整个它的这个八字的格局就变成了一片火。这种格局呢叫炎上格，就全是火了，炎上的格局。为什么不算它木火通明的两气呢？因为这个寅啊、午和戌，他们三个合成火了之后，这个基本上它的性质变了，被合走了，它就算不上木了。天上这个甲木呢，直接也被引走了。这个又是丙火，这个乙木呢也就被引走化成火，所以整个这个就称为炎上的格局。如果是甲寅、丙午、丙戌、乙卯，那像这种情况呢，前面这一柱是木，中间有火，这也是火，那么这个也是木，这种格局的话呢，我们就叫做就是木火两气的格局，所以还是有区别的啊。从格局的定义上来说，它是有区别的。那么我们看这个前面的口诀里面有一句话叫“胡马犬相，甲来成灭”，这就是寅午戌全了，然后天干又透甲木了。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，就像我刚才说的，是这么旺的一团火，然后得了这个引线之后呢，就全引着了，就熊熊燃烧了。它叫甲来成灭的意思，就烧完了之后就化为灰烬了，就没了。但是这个八字呢，它的特点呢，因为它形成了这种炎上的格局，就它成了势了，就整个这一片全都是火，所以反而呢不按照那个甲来成灭那个情形去对待。如果这个时上不是乙未，我们换一个，比如说壬辰吧，如果是壬辰时啊，壬辰时这个时候没有乙未了，这个甲木把这个火引燃了，它就成不了这个炎上的格局了，那么就有甲来成灭，就有这一说了。我们还把这擦掉。看书上对这个案例的一个描述：支权火局，木从火势，隔成炎上啊，成了炎上的格局了。可惜什么呢？说西木旺克土，秀气有伤。这个木啊，这不是火吗？全部都是火了吗？但是呢，毕竟这还有一个土，就是火又生出土来。但这个乙未的这个土呢，对于这个局上来说，这个木呢有克土的这个性质，它有这个克的性质，所以他说啊，木来克土，秀气有伤。火生土，土生出来的这个食伤称为秀气，秀气呢受到了一点点这个伤害。书香难就，无甲出身，仕至副将，所以说这个读书不成，那就不能按照那种正常的按照考举人，然后去一步一步考试就求取功名的那种方式了。所以他呢就行伍出身啊，就一个从军了，实际上是最后呢啊，这叫做到仕至副将，那在军队里面做到了副将。行身有运，我们看一下身有运，他因为他已经全是火了，所以他其实最喜欢的就是仍旧是火，还有木呢也来了之后也能生火。但是如果他走到金的运上了的话啊，身有的金的运上了，实际上呢跟这个他局里边的本局的五行的要求呢是不一致的。但是好在什么呢？好在他有土，
就是金来了之后你往这一摆，火生土，然后土还能生金，不至于火直接去克这个金。所以说啊，这部运叫什么，叫无咎，没什么大的毛病，没什么过错，但是也不是什么好运啊。我们要说好运的话呢，就是木火的运，走在金的运上，如果没有这个土的情形就不一样了，有这个土反而引化了一下，不至于火直接来去克金。亥运，那么走到亥运的时候，申酉后来又走到亥运的时候，亥运呢是水，水是克火的，实际上对这个本局上来说呢是一部不利的运，但是你要看它的妙处啊，它的这个有没有这个化解的方法。他说性德未会，这个亥跟未，亥卯未三合木嘛，那么亥和未的话呢就拱出一个木来，木呢还是能生火的，亥和寅呢，寅亥相合，寅亥相合之后那么它也化成木，木还是生火，所以这个水来了之后它不会直接去攻击这个火，不会去攻击整个局里面这个火，它先去和寅木还有这个未土它去做合，合完了之后因为化成木，那么它的水的本性基本上就给它化掉了，消掉了，所以它对原局构不成伤害，原局这么旺的火也没有受到这个亥水的这个冲击啊，因为亥水对它来了之后呢转弯了，没有直接去攻击它。所以说那么亥运怎么样呢，不过降职，所以说它这个最大的毛病什么呢，也不过就是降职而已，因为混得不好嘛，降职了，因为毕竟它是水，它不是这个局所喜欢的东西，因为它喜欢的就是直接的就是火和木，水来了毕竟它不是直接的，只不过呢有一个化了，所以对它来说影响不大，自己能够承受。交庚子运，干无食伤，知逢冲击，死在军中。庚子运，子水一来了就麻烦了，这个子水一来就不像这个亥水了，因为亥水能够跟寅合，能够跟未合，子水来了之后没有跟它相合的这个条件存在，所以子水来了之后直接去冲击午火，它去冲午火其实它冲不动午火，那么寅午戌这个火局这么旺的火反过来去冲这个子水，这叫犯旺神，我们讲过犯旺神就死在军中，是吧，打仗的时候这个就战死了，等于是因为它是庚子，天干又透出来一个庚，这个庚来了之后呢，丙火两个丙火去克庚，把它给夺掉了，天干也没有透土，如果有土的话这个火还能化一下，不去直接克庚金，所以在这一步运上天干和地支合看，天干上有毛病，地支上毛病更大，它俩往一起一凑就对它有直接的严重的这样的一个冲击和威胁，所以你冲击不了本局，那自己等于是运倒霉，实际上运倒霉还是你倒霉，是你走在这步运上倒霉啊，我们这样去理解。然后我们看第二个案例141，壬子丙戌戊戌，这个丙火生在冬天是很弱的，然后呢前边四个都是水，我们要注意啊，当一个局里边啊出现了一柱水两柱水啊，一柱火两柱火，同时出现两柱的时候，你怎么样去判断它的谁强谁弱，你就看月令是谁，因为月令是最大的，月令是水，那么水柱就比较强，这个火呢它就比较弱，那月柱是火，水就比较弱，后面呢我们会有类似的样的案例我们去分解着去讲。我们看这个丙火生在子月啊，又有四个水，这水是很旺的，对于丙火来说那么水已经太过了，幸好在哪儿呢，它下边做的是戌土，生的呢又是戌时，这两个戌土是燥土，是干土，这个戌土就能够挡住水，因为这个两个戌土呢又是丙火的火库，所以这个戌土本身就能够使丙火变旺。好在呢这个戊土又透出来了，这个戊土是从戌土里边透出来的，跑出来的，这样的话呢我们一看啊，前面是水，后边是火土，那么火土的力量呢略比这个水的力量要差一些啊，所以这个时候呢
就相当于这个天平不平衡了吗？自己太弱了，怎么办呢？就是直接用这个戊土来去克这个壬水，用土去把水制住，因为这土的力量是足够的，土的力量足够，它去制这个水，那么就可以使它达到平衡。书中是怎么讲的呢？书中说啊，此造年月两逢壬子，杀势猖狂，七杀，杀势猖狂，喜其日食作虚，通根深库，通身，他是他的这个火库，更妙戊土透出，足以抵定汪洋，是吧？这个戊土太给力了，足以把水挡住。由现运走东南，浮身一杀，那他走东南运。东南运是木火的运，木火的运的话呢，使自身变旺，然后呢，把这个杀的力量减弱。水至乙卯运，水临绝，火逢生。鹿鸣雁罢琼林宴，桂花香过杏花香，是至郡守。这就是说什么意思？走到这个乙卯运的时候，乙卯运，木可以生火使它变强，木也可以纳水使它变弱，所以这样的话呢，等于这部运就直接把这个原来的不平衡往平衡这个方向上去调整了，对他来说呢就春风得意了啊。他其实说的这个就是啊，这个上一顿酒下一顿酒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想来什么就来什么，就春风得意的意思，是至郡守。这是这样的一个八字。我们看第三个，癸丑壬戌丙午庚寅这个八字呢啊，在分析的时候呢，有一些这个麻烦的地方，我们一点点看啊。丙火生在戌月，本身呢这是秋天，但是呢它又是火库啊，所以说丙火生在戌月，它也算旺的。然后地支上呢又是寅午戌合成火局，整个的这一个，它们都是火，其实等于地支全部去生火了，这个火呢已经很旺了。那么我们再看，这么旺的火。前面有一个壬水，这是七杀，这是正官。壬水、癸水，这有一个庚金，下面是一个丑土。那么现在就看这个壬癸水啊，能不能制住这个丙火？这么旺的丙火，就看壬癸水能不能制住它。这个壬癸水呢，因为它下边是一个丑土，这个丑土啊是湿土，丑土里面含水，所以说这个癸水和这个壬水。借助于丑土的这一点点湿气，那么它就能够存活，它就能够啊、有力量。否则的话，如果这个地方是个位啊，是个燥土，那就不行了。这个壬癸水就成了完全就这么一点点啊，就像端来一盆水，你看这一盆水是多少，它就是多少。但如果是丑土的话，等于我给你拿过一个水管来，就我们知道这个外边这个。草地园丁浇水的时候，拿一个水管子来就这么浇水，端拿来一个水管子，你不知道它后面多少水，它老是有水，所以这是丑土和未土，就湿土和燥土它这样的一个区别。因为这个丑土的存在，它就可以使壬癸水能够得用。另外的话呢，后边还有一个庚金，这个庚金能不能得用呢？因为庚金呢，它是要生水的。金生水了之后呢，使这个水的力量去加强。其实这个庚金的力量呢不是很大，一点点，也有力量，只是一点点，这一点点可基本上就可以忽略。因为这个它坐在绝地上，庚金坐在绝地上，这就寅午戌又全是火，那么它的力量来自于哪儿呢？还是来自于戌上。这个戌呢是秋天啊，秋天毕竟那个庚还是有余气的啊，秋天啊，金是有余气的，所以它得了一点点气，就有一点力量可以生水。那我们看这个局的话啊，就是要直接用的就是水，就是用官煞，用官煞，用水来克火，使它达成一个平衡。我们看书上的解释，丙火生于九月，日主本不及时啊，就说这个日主生在这个。戌月啊，本来不算强，地坐阳刃会火局，谓之强寡。说这个，他这又是阳刃，又会成了火局。这个时候呢，他就把它当作重寡，也叫强寡来看。年干癸进气，
癸水通根余气丑土啊，泄气火局。这个癸水的气从哪来呢？从这个虚这儿来啊。我们前面讲过这个进退章，进退的时候讲的是虚月的时候，金啊，就秋天要结束了，马上进入冬天了。冬天呢，它的下一个呢是亥月。那么亥月的话，马上进入亥月的时候，水就有属于进气的状态了。所以他说啊，癸水进气，然后呢又通根在这个丑土上面，使这个丑土呢又能泄火。庚金生入壬癸，这个庚金去生这个壬癸水，这个称为什么？叫做重，叫做重多了。事在成乎重，那么也就是说，这个时候呢，它既然可以用啊，就要去用它了。交辛酉庚申，走到金运的时候，它走了两步运啊，辛酉运和庚申运，纯的金运。那么金来了的话呢，直接去生水，金来了直接去生住这个水，水的力量就强了。金生水旺，一夜丰盈，其乐自如。那么也就是说，他因为他小的时候啊，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走的是庚申辛酉的这两步运，所以叫一夜丰余，就家里边比较有钱，小的时候家里边的条件比较好，其乐自如。一交己未，火土并旺，父母双亡。再往下走的话，走到己未运了。己未运的时候呢，是土了。而且呢，这个己土直接在上面来克壬癸水，就直接去克用神，用神一受克，毛病就来了。所以他说叫啊，火土并旺，父母双亡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就家里面就遭了变故了。这时候是多大呢？也就是二十多岁，二十几岁到三十几岁之间。即戊午二十年，破败家业，妻子皆伤。所以他下一步运是戊午啊，是戊午，走在戊午运的时候仍是火土，把这个壬癸水给治掉了，破家败业了，妻子皆伤，就等于是老婆也不行了，然后孩子也受伤了。所以他这个书里面讲的时候啊，都讲的比较宽泛，至于到底是妻子怎么个伤法都没有讲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他大的趋势是不利于他的。不利于他呢，就会表现在他的家庭上，他的生活上，他的身体上，然后他的这个工作事业上，就是求仕途啊，这个方面。至丙辰，流落外方而亡。下一步运是丁啊，走丁巳，再走呢丙辰。等走到丙辰运的时候，丁巳算是过了，但走在丙辰运的时候，叫什么？流落外乡而亡，是这样的一个，这是这样的一个命。那么这个八字的关键呢，就在于这个丑土，就在于这个丑土。如果这个地方刚才我们说的它不是丑土，是未土的话，这个壬癸水可就都不能用了，这个庚金也不能用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对这个命的看法呢，又完全不一样。我们再看最后这个308，庚戌壬午，丙寅，己亥。丙火啊，生在五月，地支呢乙午戌合局，合成火之后，这个火很旺。这么旺的火啊，生出来一个土，这个己土呢是它的伤官。也就是说，这个火本身很旺，生出来这个土也很旺，这么强的火就能生出一个旺土来。这儿有一个七杀，这个七杀的力量如何呢？我们就得权衡了啊。这个壬水它生在亥时，生在亥时的这个壬水得了亥的这个力量，所以壬水呢它就有气，它可以用。这个庚金呢是助壬水的，但是这庚金啊没有多少劲儿，它没多大的力量，关键的力量就来自于这个亥水，这个亥水是壬水的这个支撑。如果没有亥水啊，这个地方如果不是亥，是个别的字，比如说己未，那么这个壬水就地支上完全没有气了，那么这个壬水就是属于空浮的，就刚才我们说了只端来一小盆水，丙火一烤就干了，现在是烤不干的，它地支上有水。那么这个庚金呢
来生这个壬水，虽然这庚金比较弱，但是呢他也喜欢这个庚金。这我们所说的你要用神是水，是壬水的话，喜神就是这个庚金。但是这个庚金呢现在不得力啊，如果走到金的运上的话，金它有劲儿了，它就能生水，这也是好的。所以我们来看的话呢，其实是到己土这一块啊，这一块呢都是跟自己是一档的，亥水、壬水跟庚金这三个呢是站在这个丙火的对立面上的。那么很显然火土的力量远远大于这个金和水的力量，不平衡了。所以啊，这个地方是伤官嘛，伤官即制煞，伤官啊，伤官制煞，伤官制煞，但是太固，太固，因为这个伤官太强，煞太弱，就制得太过了，怎么办呢？你要把煞扶起来，煞强了，那么这个伤官呢，才这个局才能平和。所以说，那么要是用水了，要是用水了，这个案例呢，书上也讲的比较详细啊，我们再继续分析一下，它还是比较有意思的。丙用人杀身强煞前，以杀化权，更喜才资弱杀，定然名利双全。这是他原本的给他的一个定义。但是啊，后面说了，可惜什么呢？说知权火局，全部都是火，寅午戌合成火，寅亥又化木而生火。这个寅亥，这个亥水紧挨着寅木，寅亥之间呢，它是六合的关系。寅亥化木，它合完之后呢，化成木，化成木之后呢，去生火。所以这个亥水本来呢，它是水，要去支撑这个壬水的。但是见了寅木之后呢，它就被等于它被合走了啊，合成了木，反而去生这个丙火，就导致什么呢？因为本来我们水是用神，它是它的根，这个东西被拽跑了，那就很麻烦了。年月之庚壬无根而少生福，这俩都没有根呢，这俩的根在哪儿？在这儿呢。但是他呢被他拽跑了之后呢，你就相当于什么，这个本来呢你有一个兄弟可以帮你，但是呢你跟别人这个说咱俩打麻将去吧，你拉跑了之后，他今天就不帮你之后，你不就等于是落单了吗？这就是很麻烦了。所以他我们从人事上理解的话呢，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。至丁四年怎么样呢？四害冲去壬水之路，丁火合去壬水之用，死于错症。错症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，就是疹子，出疹子啊。我们算了一下，这个丁四年呢是七岁，庚戌年出生，到了丁四年的话呢，他是七岁，这是一个小孩了，这是一个小孩，在七岁的时候出疹子，然后呢病死了。是这样的一个八字啊。那么我们在这儿要给大家要说一下，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。这个局好不好呢？本身呢其实还可以，但是它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啊，就是这个寅和亥合了，合完了之后呢，化成木之后呢，水是用神啊，水是用神，木呢是忌神，木是忌神，水是用神，结果这个他俩一合的话呢，变成什么了呢？就变成了木了，等于用神被合完了之后化成了忌神，所以这就很糟糕了。如果用神和忌神相合，你完了之后化成用神的话，就把忌神合掉了，这是好的啊，这是它的妙处。这个时候呢，反而是它的败笔，是它的不妙的地方。所以说，我们看这个丁巳啊，丁巳这一年的时候，四害一冲就把他的根冲没了，他一没有了，他俩都白干了啊，都虚了。再加上那个丁啊跟这个用神丁人一合，他俩一合又化成木了，丁人合而化木啊，而且他又符合化木的条件，这样的话呢完全就把用神给合没了，那就糟糕了，你八字里边最喜欢那个字没有了，突然消失了，那你就没命了，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。那么我们最后呢再总结一下，
这四个八字啊，有三个是乙午戌合局的，但是它的情形呢完全不一样。这是沿上格局，这个呢是要这个把官煞扶起来的啊。但是这个呢其实也是扶官煞，这个有点像，但是它因为它用神被合成继承了之后就扶不起来了，这是它这样的一个区别。所以关于这个丙火呢，咱们的案例呢就讲这么多。